少年追了上去，黑漆漆的小胡同里，一个歹徒正在挟持着一名少女。这是少年还在上学时发生的事情，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也奠定了他的音乐梦。因为少年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，那个女孩穿着超短裙、吊带袜、高跟鞋、漏气装、扎着耳环、戴着手表、挂着项链、别着发卡。也许歹徒就是看中了女孩的一身装束，于是拔刀抢劫。恰巧少年路过，他滚烫的热血顿时燃烧了起来，他不能坐视不管。少年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等等，声音叫，看见冷冷喊道，这光天化日下，周围没有警察，即使说句实话，我害怕。我虽然很惊恐，但热血藏胸中，我豪气如高山，就在此刻呐喊。我看他转过身，清脆下了跪，我路过这里并非我本意，只因为好奇，求您别生气，影响您休息，我实在对不起。我去吃晚饭，我马上就滚蛋，想要撒腿跑，最后回头瞧瞧那姑娘靠着墙，脸上写着荒凉。她长发亮又黑，樱桃口柳叶眉，我突然就感觉很伤悲。忘了从何开始，变得不知羞耻，如果面临失败，只想如何逃开。是岁月的折磨，扯断这枷锁，我要说，大腿别发抖，握紧你的手，抉择的路口，愤怒一声吼，英雄与豪迈浮现在脑海，鲜活的面庞赐给我力量。我想董存瑞他炸了碉堡，我想黄继光他堵了枪眼，我想邱少云他焚了烈火，我想欧文海他拦了战马，我想刘胡兰他生了伟大，我想夏面汉他死了流芳，我想毛宁喜他进了钢水，我想石川祥他进了外家。歹徒缓缓地叹了口气，他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无奈，他摇了摇头，然后说，很多的事情说得轻松，辛劳和泪水你却读不懂，也许鼓足你的勇敢，却不知躲藏在背后的悲欢。谁不想温暖躺在床上，谁又想真的让别人受伤？如果不是逼得没了办法，谁又会年三十去翻那圆墙？去年这时候我他妈下了岗，还有一家老小在等着喝汤，我租了三轮麦煎饼烤肠，谁知迎来了流氓。
的媳妇儿漂亮，二话不说就把我摊子抢，我的心中只有小小愿望，能多给我儿子多补点营养。我被抽走的遍体有鳞伤，可是哭天喊地也没处告状，找他们说理儿想都不要想，他家是公安局长。那时我还相信世上还有善良，好人总会有好报，坏人全都活不成。现在我不再迷惘，明白那些是走出迷框，世上所有的芳香其实都他妈比屎还脏。其实呀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坏哟，因为呀，因为我走投没有路哟。如果呀，如果再给我一次生命，我宁可我宁可做一只贝壳。哎，那姑娘呢？谁不想温暖躺在床上？谁又想真的让别